呼啊，这个呼字啊哈，就难在这个勾上。这个勾是个什么勾？是个平勾啊，或者也叫呼字勾。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撇，一切一按，把笔抬起来，然后向左下行笔。在这个方面有些小锯齿状哈，不大要紧哈，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是怎么写的。看这里，先往左，再往下，然后折笔向上。踏过来之后是跟这个撇梁是呼应的。这个撇就往左下走了。它俩是呼应的。横切一下，注意哈，人家就往上鼓有，怎么讲，稍微的按开一点，但是整体还是偏锋为主，啊，不是正锋为主。九成宫，第一本比一比正锋啊，看，看这里，平切，转笔，好，这一笔是最难的。到这里，看，往这一弯，把笔往上一抬，就是我们写。这叫个什么笔法？是不是就是虐错的两个字？比较松出，虐错啊，这个勾是最难的。你整体看这个勾，基本上就往这里走啊，不要写这个直的啊。呼，好难对吧？九，看这个九字哈，平行松出的九，这是第二个九字了。这个九比开头那个要好写很多，看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它这个撇啊，好长哎，在这有个小肚子，在这里啊，一个小这里哈，看，好往上，依然是一跳，这个地方又是我们说的内页的笔法，看，往这里走，逐渐按开，按开，你看。这一出锋往上，就这样，这个就稍微的有点往上，直一点。九，你看一下，横折弯钩还是没有低于撇，对吧？还是没有低于撇啊。好，这是个九字。成，这个成字是九成宫写的最有味道的一个啊，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成字。你看这个撇，首先，你看它的角度，也类似一个竖撇，不要写太长，横有细到粗，也不能写太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这里，有粗到细，我一挑，折笔向左下走，你看啊，这勾都低于了。撇的末尾，对吧？好，从这里切一下，一按，跳成中锋往下走。你看它的角度，使劲往下，到这里把笔锋立起来，往上一上，再往上一上。这个勾我们在前面都讲过，啊，蹲锋出勾或者立锋出勾。立锋出钩就有个蹲的过程啊，蹲锋的过程。好，这个撇从这里，你看，跟这个它两个基本上是平行的啊，但是放大看呢是不平，还是一点差距的。看这里，大体在这里是吧？点。这个地方有个点，好，这就是一个成字，个勾啊，跟这个地方没有相交啊。其实呢，这一笔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靠这一点会更好啊。成，好难对吧？也很有味道的一个字哈。止，又一个止字，好，看一下这个止，点。一笔成型，挑，先往左，再往下，折笔向上，
要折笔的时候，在这里把笔蹲下，这个蹲风啊很重要，过来，用这笔，他就把这个条给盖在里面，真是一线天了，从这里，看这样一切，你看把笔，然后。我们这个还没有人家写的墨信，哎，窄窄的啊。那往上，再往下走，看在这里，把笔抬在这里，往下走。到这里按开，按出这个角来，这个叫什么角？龟角。往上走。就是我们最后这个捺呢，不是很饱满啊。为了跟圆贴像啊，直好，弓弓念的弓有点歪啊，看一下啊，弓念的弓，看一下这个弓字的写法，竖点依然是在宝盖的什么？偏左一点，好，左点，横，往下凹一点，到这里把笔抬一下，你看这笔，哦，这笔好有意思呢，对，顿顿的，啊，我们还是没有临出来，哎，竖。这一个竖啊，也不细啊，对，横一挑，这边向下，横，看这里，看这样，这一块也把它领出来，这叫什么？左横竖的起笔啊，我们就说羊头。或者说是个叫什么羊头竖，哎，羊的头都行，你给它起一个名字啊。这条横是很粗的，它两个接起来，它就不接了。刚才在走一点神，看下面这个口子是很大，对吧？这条横就稍微往上弧一点。去了小尾巴，整个字看一下啊，左横竖可以再靠右一点吗？整个字看上去，你看这个竖，竖点平分的第一个口字是吧？没有平分第二个，对吧？啊，好，这就是个工字，我看一下啊，写的还稍微一点差距啊。我们觉得这几个口字，也许第二个口字可以稍微往右移一点点啊。好，这是这五个字。那么还送了这个什么？还送了一两分钟。我把这个戈钩是怎么写的，在这里再演示一下。好，戈钩啊，戈钩的写法，找一张纸吧。看戈钩的写法，O T 最难笔画，没有之一啊。看，一切，一按，一转，切。一转笔调成中锋，看，往下行，中间略细，速度加快，到这把笔尖立起来，往上一上，再往上一上，蹲风出钩，好，这就是个戈钩，是不是好墨性啊？好难，你说画钩也行啊，我就是坚持这种立风出钩，立风出钩之前有一个蹲风的过程啊。